口袋妖怪，是这个星球上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生物。在天空中，森林里，大海里，在世界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人类和小精灵结下了各种各样的羁绊，在这个世界上关系融洽地生活着。有多少口袋妖怪，就有多少梦想；有多少口袋妖怪，就有多少冒险在等待着你。卡洛斯联盟决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能够获得冠军荣耀的选手是小智还是艾兰？战斗的火苗即将点燃。
Yeah.